找到密室入口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这里。检查水龙头，我要用爬梭语对话。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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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你还说中文好了。嗨 ，YT 环节。好，哎，这个想必在看那个我 YT 的观众呢，应该比较少知道我有在玩这一个《哈利波特》。那最近这款游戏很夯啊，最近这款游戏真的超级好级夯。我发现我玩得很凶以后呢，我一直没有做一个 YT 的影片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那刚刚好呢，有一个礼包出现呢，刚好有50抽的机会，我想说我就抽个做个 YT 影片。大家知道我 YT 影片最喜欢就是什么抽卡。啊，可能没有像一些就是真的是大型实况主一样抽很多很多，但抽起来呢，绝对是有料有料。哎，对耶，衣服是不是更新了？衣服如果更新的话，我去买一下。哎，更新嘞，这是不是想逼我氪金啊？我想氪金，我想氪金，我想氪金。我氪完好像可以收集，可以满嘞。好，氪了6480信用卡莫桑码。魔晶夫人，请给我，我全都要。确定，四级了吗？哇，1496，不是，真的假的啦？哇，太狠了吧！感冒拿到了吗？有啊，当然当然，哪次没拿到？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我刚刚说了嘛，我因为我买了这个礼包，我有了50抽，我有了50抽。那这游戏它抽到那个 SSR 的几率呢是7%，0.007就是0.7%，不好意思，0.7%。然后又必定会有一张40抽，必定会有一张传说卡包。那每一抽会有5张卡，50抽就是250张啊！希望我能够出3个传说，好不好？希望我能够出3个传说。好，来抽哈利波特，我们慢慢抽，先慢慢抽，先慢慢抽。一指，哪一个指？去武器走负一，紫色来个2张吧，一张，三叔，多重定身咒，第七。好凉哦，好凉哦！一指，可以，热起来了。两脚蛇可以去打那个也不错，两脚蛇可以打那个蜘蛛巢穴，下礼拜可以来推4等蜘蛛巢穴。再给我个两脚蛇，哦，多重技能就要升级了。看到升级我就很开心，没料破新户，哎，怎么办？今天是不是凉啊？白凉，不会没有保底吧？没料好凉哦，不是吧？难得做一个哈利波特的影片，就要体验保底吗？完蛋，这图书馆的书都是白色的哎！我走一下。我绕一下，他热销，他说50抽不够，要再问我要不要再20？哎，好狠啊！50抽不够，再20，算你厉害，抽就抽。有了，我们又有53抽了。哎，可是那个20抽买了以后，它没有变紫啊。侦测到这位玩家氪金，再给他多发几张白卡。不要这样子吧！已侦测为团子，自动产生白卡。哎，去传说走。SSR 几率多少？一抽这个一张呢？一张纸呢？可以叫5抽出来。SSR 几率0.7%。好，5张哦，他一次都是5抽5抽，跟10连一样。我们是5连5连。
完蛋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距离保底剩下九抽，不能保吧？大奖有什么特效？你看，连观众都已经在问大奖有什么特效了。要是有抽到，他们就不会问了，对不对？哈利波特，你行行好吧。要是有抽到，就不会被问这种问题了。你居然害我被问大奖是什么样子？好想看看 SSR 哦，这辈子没看过哎，能让我知道 SSR 长什么样子吗？35了，35了。该来了吧？哎，35了，总不能保底吧？要解成就了是不是？距离保底两张，保底啦！最后一抽，各位观众，40抽，而且他还出现在最后一张。是宝中宝哎，好狠哦！最后的一张哎，来，不要惊叹之快！太狠了吧！我要5抽5抽了，不要3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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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！漂亮，再来一个！哇，索命咒！啊，这边两个，再来3抽，我们3抽3抽中抽了阿兹卡班的力量，有了烟火快升级了，烟火快11等了，哇，又保底，不是吧？3抽3抽也能这样子保底的吗？两子可以3抽2子，爆爆炸负一，爆爆炸负一，21了，21了，两彩，把两子，已经分辨不了了，已经不行了，哎，我又要保底了，不是吧？我买4张，然后我们一张一张抽，不可能保底吧？我能够知道当初伏地魔为什么对哈利波特这么生气了。当初他也是玩了这个哈利波特的手游吧？是我，我也会想要用索命咒往哈利波特脸上蹭啊！真的受不了啊！真的受不了啊！我完全理解伏地魔的心情啊！就是这个，伏地魔做得好！我们索命咒就是要大爆哈利波特！哇，气死了！天哪！好狠！阿兹卡班学院就需要你这种人。啊，对面那个，对吧？妹妹讲 ，boss 哇，那你天才，入将天才，嗨，天才，啊 ，boss 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を解除して。ルミちゃん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しな、しな、しな、しな。